要上这么高的炮台补充能量，你存心刁难我吧？拿来。哎，没事，干不了直说。谁说我干不了？只是，哦对，江鱼呢？他为什么不用干活？他在收集情报。啊？那拖懒大王？我才不信！江鱼，你果然在这里偷懒。嗯？你这直钩能钓上吗？愿者上钩，等着就好。别看我什么都没干。其实尽在掌握。哦，信你才怪。江鱼，就在刚才，目标地点又出现了异常反应。哦，那还等什么？快去吧。别想偷懒，一块去。不要，太麻烦了，放开我。又来了。爷，不会吧，地裂。先疏散村民。不。你们看，抓紧时间做饭。烟熏鸡腿，我这什么情况啊？地裂很危险的。淡定点，马上就会合上的。什么？瞧，这是普通的自然现象，没啥大不了的。不对，这都是因为青铜宫里的宝物，是他一直在阻止岩浆爆发。青铜宫。又来了，那你说青铜宫在哪儿？根本没人见过，这就是阿瓜你那大骗子爷爷编出来的。我爷爷不是骗子，他是探险家，这就是他在青铜宫里找到的。我还是银河超人呢，那边山上的大炮石就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你可别说出去哦。你们，哼。那是央天。以前我的母亲跟我说过，那是一种古代游戏，象棋。这是他的棋盘，其中将是最重要的棋子。难道说？嗯。喂，你们两个别打哑谜行吗？以你的脑容量，真的很难解释。你说什么？等等，脑容量是什么？哎，我去调查地裂，青铜宫由你负责。嗯啊，哎，江鱼，不是找封神金木吗？怎么变青铜宫了？别慌，我是老人家。简单来说，青铜宫真的存在，那阻止岩浆的宝物，也许就是封神金木。真的？抱歉，抱歉。真是的。接下来只要通知领主，赏金就是我的了。爷爷，他们都说你是骗子，你就告诉他们青铜宫在哪儿吧。小瓜，你觉得爷爷是骗子吗？不，我爷爷可是最厉害的探险家。这就够了，来，这个给你，他会带你找到你想要的答案。这是爷爷最后留给我的线索，我要让大家知道爷爷不是骗子。我们帮你，一起找吧。你们相信我？嗯，当然。谢谢。你的爷爷还有其他线索吗？嗯，有，还有这块板子。我研究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发现。这不是象棋棋盘吗？可这中间怎么烂了？不。爷爷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懂了，你爷爷一定是想弄些地方特色。瞧，这不就是地裂吗？地裂、象棋棋盘，还有棋子，冰象车马炮。原来如此，是地图，这是找到青铜宫的提示。不懂。这是摆上棋子的象棋，这是地裂发生时的俯瞰图，只要把它们叠在一起，瞧，地裂就是棋盘的分界线，就连大炮石的位置也和炮棋完美重合。哎，这
这也太神奇了吧。那青铜弓在哪儿？你爷爷给的吊坠。青铜弓就在地图对应将旗的位置。啊，大岩丘，可那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。总之去了再说，走吧。别急，我先探测地形。小笑。收到收到，四不像飞船启动全息360度环境大扫描，数据传送传送。反正不赶时间，我就慢慢分析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走去大岩丘。快向龙仔大人，目标不是火灵小子吗？别喊我名字。那宝物也许就是封神积木，先抢了再解决人，一清二白。是一石二鸟。我最讨厌聪明人，出发。李小渣，等会儿我就待在外围负责支援你。又想偷懒是吧？这你就错了。嘿嘿，给我找，这大岩丘肯定藏着入口。要是没我的分析，你连入口就在水坑下面都不知道呢。啊，入口在水坑下面。水坑，哼，藏得可真够深的。喂，恶龙兵，给我上。风的声音，难道这地缝下面？哈，你再聪明也是我的工具人。还有，你进去了也别大意，里头机关重重，记好我说的，进去之后摸着右边墙壁走。摸着右边墙壁走就会中招。中招。左边是捷径，左边。不过那里都是陷阱，一定不要走。什么？那家伙说话就不能快点吗？喂，你们走前面。总算到了，去把宝物拿来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奇怪，江宇不是说这里机关重重吗？我怎么一个都没碰上？这是……那就是宝物，快跑！遇到他了。哪里跑？满眼天马！哼，火莲小子，敢拿我的东西，吃子弹吧！火莲四军，嘿！给我站住！打不中！你以为你很厉害？枪法不怎么样嘛！这下你完蛋了，火莲小子！快走！没用，我可是快枪手！给我闪开！大爆炮了，还没完呢！糟了，前面被打中了！拿来，火莲小子，午时已到。解决了，赶紧把宝物交给崇光大人。我还没输呢，火莲变化。站住！哼，竟然还敢追！把东西还来。招，马后炮！
抓到你了！不，被抓到的是你才对。什么？给我转！哇！不，给我停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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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是现在！连心炮！哪里头？小沙，别追了，我们先汇合。啊！江鱼，为什么不追？就在刚刚，杨天发现地下有个巨大空间。要是我没猜错，权杖只是钥匙，真正的青铜宫在地裂之下。啊！真正的青铜宫在地裂之下。什么？偷听器坏了。难道他们发现了？不行，得赶紧去把宝物抢到手。这偷听器一直在我身上。愿者上钩，我们只要等着就好。